来关心甲有关的消息，为着建立军政、民政、灾防机构的联系平台，增进灾害防救总体能力，建构完备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。嘉义县政府举行112年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战略综合协调以及灾害防救三合一汇报。县长吴章良担任召集人，聆听推演的状况，予以各单位支持。这次编辑推演包括联合应变中心开设以及运用机制，关键基础设施遭受到敌人破坏，紧急抢修作为，灾民疏散收容安置具体作为，民生设施抢救以及跨区支援作为。为了使推演单位更会当掌握到战争时阵的处置，统合辖区内会当运用的兵力、物力、量能，采行无卡本演练，强化编组单位紧急应变能力，和管护团队会当有效支援军事作战。我们战中三合一的相关的汇报大概今天做相关的模拟跟演练。那演练的重点大概是当战争发生时，那有一些状况，那各单位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面对，那进而能够动员手下自己所有可以掌握的资源，那把所有的状况那做尽可能的排除或者是救护，我想这个大概是最大的一个重点。那今天不管任何一个单位大概有一些随时抽测，那随时回答，那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，那有一些细节大概都考虑到了，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模拟，那整个状况的假设，那我想这有助于当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大家应对是不是会慌张，那是不是够稳定，那我想这个大概是很重要的。那当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，很重要的是整个政府的机构或相关的学历单位，那都还能够维持非常强而正常的运作，那才能够真的稳定民心，我想这是关键，所以这个演练是重要的，也谢谢大家的辛苦，辛苦。县长王俊良表示，国防战略是和平安全的防线，全民参与是国防后盾。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，咱必须针对强军环台、主权矮化、国家资源以及财经能力等等各项因素，妥善准备。新新闻就来先，甲议员采访报道。失智症是一种病，不是正常的老化，镜头不来记忆退化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生活。譬如讲，代志虽讲虽袂记，无头神，情绪无解稳定，个性变甲搞猜忌，物件无去，唔知要安怎找顶顶的镜头。嘉义县失智综合照护模式，提供对体检、早期发现、专精去照护单位一连串的服务。三不五时参加社区的活动，会当预防甲减慢生活功能退化，